冲一杯港式奶茶要调配茶叶、煲茶、装茶、装奶，技巧绝对不简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港式奶茶的制作技艺就是其中一项。为了加强保护和传承本地非遗项目，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计划下的社区主导项目接受本地非遗传承人和相关团体申请资助举办大型项目。申请的计划必须与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和清单项目有关，而且要具一定规模，申请金额不可以少过25万元。如果佢嗰個項目本身佢嗰個延續性係已經係式微嘅，或者係佢嗰個傳承嗰個團體已經係好少，或者係好多好少嘅傳承人嘅話咧，咁我哋咧就係覺得呢一方面嘅項目咧係需要咧係加以咧係支援嘅。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嘅資助計劃咧，可以讓傳承團體同埋傳承人，或者係有關嘅持份者啦，或可以有一個機會咧，可以展示佢哋嘅作品同埋技藝嘅。咁因為有好多咧過往喺唔同範疇領域嘅師傅啦，或者一啲嘅從事一啲嘅工作嘅人士啦，咁咧佢哋都有呢個技藝嗰個知識，咁咧可能係冇嗰個平台係可以咧讓佢哋咧可以展示是个作品嘅，咁我亦都希望咧呢个资助计划咧可以咧系有一啲好有意义嘅计划啦，可以让佢哋咧可以系将佢哋嘅技艺啦，可以系彰显嘅，咁同埋系特别咧系可以将嗰个有关嗰个非遗项目嗰个文化内涵咧，可以让公众咧系更加可以了解到。计划会由评审小组根据佢嘅目标同内容、概念独特性同可行性、推广成效等准则嚟评审，再交俾康文署考虑。申請計劃的資料可以在非遺辦事處拿到，或者到他的網站下載。5月3日截止申請。